妈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了！你们救命啊！啊！呸！就凭你，也想娶唐总监？可以吗？王志成，这是王八心肠。唐总，别人一个垃圾，咋没瞧？心疼呢？起来起来！你们俩早就搞到一块去了。钱还说霸占我家产，你们不得好死啊！着急了，不仅自杀也是你们搞的鬼。本来这个组织想利用你们流浪地方，没想到他这么惊不起动。这你就懂了。你真是太恶了，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我一个，我杀了你们！一次妙力啊！哎，来啊，来啊！臭不要脸的骚货，仇人头都去你的头上去了，我打死你！够了够了，这些年你打我女儿打的还少吗？住手！这个臭婊子欠收拾。我说说你想和雨晴离婚，直说就是了嘛，你为什么要坏他们姐弟的名声？叫他们诬赖我，那么亲，臭不要脸睡到一块儿去，关老子什么事情啊？你小子别他妈装死了，起来！没死，太好了，姐，你没死。姐，太好了，姐，你没死。解释你他妈当我死了是吧？王哥别冲动，或许有什么误会。去他妈的误会，这姐弟俩表面上老实，背地里脏得很。志成，刚刚你和秦姐你都看见了。老天开眼，竟然让我回到当年姐姐自杀的这一天。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这两个奸夫淫妇再伤害我的家人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为什么刚才接过你的水都不省人事？你他妈找死啊！打死你这混蛋！你小子敢打我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！我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这真是气死了！这中间肯定有误会。对呀、啊，他们是亲姐弟，怎么可能？你好东西，我看你就是想偏袒这乱伦的儿女吧！再敢乱喷粪，现在有多少年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现在是你跟陈姐乱搞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我和你够了，
你不信我是吧？哎，姐，你做啥事儿啊？当年姐姐自杀，一切都太突然了，很多事情我都没有深究，现在看来全是破绽。臭婊子，有本事你死去啊！现在是你跟你亲弟弟乱伦，你要是死了，你们方家照样得给我赔钱。雨晴，别从糊涂啊，都是一家人，有事好好说。二姐，你们真的有事吗？大家也都是一家人嘛。爸，妈，罗姐就是被他们陷害的。我看你小子就要抵赖吧，你敢说你没给我们下药？是你在搞鬼。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姐，醒醒吧，你就是个人渣。就算你们两个是清清白白，我们搞错了，那这伤怎么算？这些年我们方家好吃好喝养着你，没想到我的小子，你就是个白眼狼。我看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必要闹大了，是吧？之臣家丑不肯外扬啊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你可理解这么多人啊。你给我滚！你这破女人，我还不稀罕待呢。还有你，我滚！你先出去吧。好的，唐总。你来干。方志成那小子好像发现了点什么。你慌什么？发现了又能怎么样？他也没证据。秘方，秘方，方家的祖传秘方，咱们谋划了这么久，不就是为了方家的秘方吗？我不管，现在方家把我赶出来，这个事你必须搞定。你发什么疯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别在这烦。王总，那你说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过来。是谁？姐，姐，喝水。是，你说姐姐是不是太傻了？姐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我没有想到我是那种人。让我喝把我们家的钱，出去好了。怎么办啊？姐，你别担心，我自有分寸，你到时候好好配合我就行。喂，师傅，我前年订的设备着手到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别乱发声。志成，啊，你真的可以？姐，可以的。
相信我，网购已经不新奇了，直播带货才是大事。这是个什么新奇玩意儿？玲玲，你看 ，Oh my god， 买它，买它！唐叶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那天在医院看到哪个帅哥，我们去看看。帅哥，说我帅吗？我去看看。可以的，相信我，网购已经不新奇了，直播带货才是大事。这是个什么新奇玩意儿？玲玲，你看 ，Oh my god， 买它，买它！唐叶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那天在医院看到哪个帅哥，我们去看看。帅哥，说我帅吗？我去看看。你看 ，Oh my god。买它，买它！唐叶，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那天在医院看到哪个帅哥？我们去看看。帅哥，说我帅吗？大哥，他们人有点多，不好搞啊！你慌什么？管他多人，我们可是专业的，干就完了。走。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或者加一下灯牌。对的。你干什么呢？走走走，都给老子滚！这下有好戏看了。方大少爷，最近得罪什么人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既然你不肯乖乖配合，那就别怪我们来硬了。王贺，一定是王贺，肯定是他指使人过来的。当年就是这帮人来捅的，现在想起来，这背后一定有阴谋。王大少爷，我们也是受人之托，拿钱办事。你啊，赶紧把秘方交出来，大家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是不是，兄弟们？是。不可能，查秘方是我们方家的命根子，绝对不可能给你们。什么查呀？还当命根子？我尝尝。哎，真不错，您尝尝。好嘞。起开。哎呦，这他妈谁呀？哦，我们不存在是吧？那他谁呀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我三二爷，叫你妈！我看你是搞笑吧？大哥，大哥，你小姐很难缠，我肯定要对不起。你是小姐二爷，就是小姐二爷，我他妈还是小姐大爷呢！哪里来的狗东西？当着小姐大小姐的面编排。不知死活，萧家一句话让你们在南城混不下去，赶紧滚！不是，我等着。连这点事都办不好、啊、方先生您好，我是萧凌，这位是内地萧军，这位是白荣。你好，这位是萧小姐，久仰久仰。帅哥，见到萧家的人感到这么镇定，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你。方先生，我想入股你的秘方，您来做直播销售，每年给您40%的分红。萧小姐，您还没有尝过我们茶呢，您就要入股吗？哎，姐，该说不说，他们家茶跟我不需要。对，让你亲自。方先生，希望合作愉快。
合作愉快。方志成啊，方志成，刚提了唐田，又勾搭一个新的，哼。哎，大哥，他身边还有个娘们儿，怎么办？哎，怎么办？一起绑了吗？啊，这大哥，这个大哥，这得加钱呐。哎，加。好嘞。哎，这是。再去看看那个帅哥，还有他姐姐，也长得好好看哦，这样子。我们今天所有的茶产品已经上好链接了，我们明天八点准时不见不散，拜拜。拜拜。是绑了两个娘们儿啊，那可是萧家呀，萧家大小姐，一个男生谁敢动她？你赶紧走，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自求苦吧啊！唐婷，你什么意思？小雨，送客。等我拿到配方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对我大呼小叫，趁早把你弄上床。你确定我姐在这里？是的，小小姐和白小姐就在这里。不过去。方志成，配方带了吗？王克，你这个人渣！少废话，抓紧把配方交出来。配方在这儿，他们人呢？姚小姐呢？干嘛？下去。别过来，不许把我伤到这里。让你放下小雨，你放拿走。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啊，瘦骨瘦，我一天好久没捞着。你他妈傻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
你这是不对。现在让我做一个证人。我已经搞到手了，想要的话，只要拿到门去。嘿，你别以为那我假冒充这个货能饶我，想睡老娘，你还不够格！不可能，这秘方不可能是假的。现在萧家和白家的人，哼，你就等死吧你！臭婊子，你想过河拆桥？离开了方家，现在还有萧家通缉你，你狗屁都不是！再还缠着我，小心老娘收拾你！王哥，你果然在这儿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继续跑啊！你不能见死不救！活该！我今天过来看，就想看看你是什么下场。你个毒妇，死到临头还不让悔改，王克真是没救了！姐，咱们在非国是不是还缺皮劳动力？送他去得了吧。你不要去非国，那不是人家的地方。狗东西，你以为要你去非国享福啊？去那里好好改造啊！夏小姐，您不是要跟我谈合作吗？谈合作之前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我一个小老板，能帮你什么忙？最近有一块地皮拍卖会，我们公司也在竞标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。夏小姐，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？没关系，就当帮我参谋参谋。这没记错的话，这块荒地开标之后价值暴涨10倍不止。怎么了？这块荒地可没什么价值。陈小姐，如果你真信我的话，就拍这个荒地。行，那就听你的。小姐，这个怎么会跑了？没事，我相信你。玲玲，好久不见。李老板，你也在这儿？这位是？唐总，我的新合作伙伴。这位是你的新跟班？你误会了，这是我的好朋友方志成。志成，好久不见。你们认识？他可是我的前男友，没想到和萧小姐居然是好朋友。哼，小子，我劝你离玲玲远一点，萧家的高枝可不是这么好攀的。玲玲，你过分了。玩笑玩笑，玲玲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，你小子也想买地？让我看看。误会了，我只是帮萧总参谋参谋。志成，买卖地皮可是大生意，你可不要跟萧小姐乱说。我想做的事儿与你无关，屌丝就是屌丝，这可是块荒地。玲玲，我劝你离这种人远一点，不然赔死你。李老板，我觉得你的眼光也不怎么样。玲玲，你要相信我，我那么喜欢你，怎么会害你？
要不然咱们赌一把，我跟你赌，这块地是块荒地。李总，方志成可是个穷鬼，他要是输了，没钱赔给你。你不是说这小子可以赌场秘方吗？你小子要是输了，就把你家的秘方拱手奉上。好，要是你输了怎么办？哼，小赌怡情，100万全都给你。既然李老板都这么干脆，那我也就不废话了。三天为限，愿赌服输。哟呵，可以，三天之后，看你小子怎么说。哎，肖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什么？你让我买的那块荒地被政府规划了，现在价钱翻了20倍。荒地20倍？你们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500万？姐，是5个亿。5个亿？那还只是地皮的估价，一旦植入商业规划，那更不可估量了。志成，是你让小小姐买的。方志成，你真是太神了。我一个没权没势的普通人，哪里神，纯属运气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李大财神领奖金去。李大财神，看新闻了吗？我说，你是不是知道内部消息？联合的小子来给我下套呢。李老板既然敢赌就要输得起，别心疼。心疼？我是心疼那100万的人吗？我是心疼那块地。哼，是你自己要跟我赌的。志成，你是不是从萧小姐那儿得到的内部消息？李玉林，原来你这么玩不起啊。这要是被圈子里的人都知道了，玩不起，南城谁不知道我李玉林一诺千金重？小子，今天算你走运，不该惦记的别惦记，不然。臭婊子，要不是你撺掇我，老子至于这么丢人吗？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得到肖玲玲的帮助啊！少他妈废话，滚！李总，我可以将功补过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有个方法，不但可以拿到秘方，还能击毙肖玲玲，还可以教训方志成。顺带还能发大财啊，李总！你觉得我缺钱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李总。等等，你刚才说可以教训方志成？是的。李总，您的配合，我需要肖小姐身边那个白肉的资料。算你还有点用，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。有消息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记住，别把肖玲给我扯进来。要不是我需要利用你拿到秘方，你的传家宝，不然凭你一个舔狗，也配教训我？志成，后面有人闹事，大家快来看啊！就是这个茶室。请别着急，我去看看。我兄弟喝了他们家的茶，进了医院，什么破茶室，赚黑心钱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家儿子还在医院住院呢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要是他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呀？良心呢？呸！破茶室！大家安静一下，我们的茶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大家听我解释一下。解释。解释个屁呀、啊！我兄弟现在还在医院呢。妈的，呸！你们就是破茶室赚黑心钱，看我今天不砸你们的店！走。志成，志成，方志成，你醒醒！
高志成，你醒了？楼上的人走了吗？放心吧，我弟已经处理好了。就是同行看不惯您茶室生意太好，故意找人闹的事。谢谢你。要说谢谢的人应该是我。当初你不顾自己安全，把我从火海里救出来，现在又为我挡下石头，害得自己受伤，我该说谢谢才对。你没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美女，喝一杯吗？美女，一个人吗？可以认识一下，碰一杯吗？哇哦，好精致的人，这么帅气的小姐姐叫我喝酒，自然是要喝一杯啦。来，干杯。资料上果然没错，这白人就喜欢好看的假象。唐总，下一盘好了。嗯，干得不错。唐总，这个，唐总，这个再加点。你还有事吗？哦、Thank you。方志成，这下看你怎么讲。秘方里面的东西，迟早是我唐家。想干什么？哟，这不是方先生吗？什么风？反正你得出来。你少给我装蒜！我跟白柔是你设计的吧？你说，这照片要是流传出去，方先生的形象可就不保了吧？就是说吧，到底想要什么？方先生可真是有心机，那我就直说，我让你方家的秘方。秘方？是你拿到了？那的是秘方的原本。原本？究竟要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方先生就不需要管了吧？你只管把秘方给你，从此大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井水不犯河水。明天你手找秘方，你手找照片。方先生合作愉快。唐婷啊唐婷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要秘方干什么，但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的。李总，不负您的所托，秘方我已经拿到手。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，快拿给我看看。李总，有了这个秘方，我们可以抢在方志成之前大批量生产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到时候萧玲玲岂不是会对您刮目相看？那时候岂不就是李总您的女人了？对对对，你说的没错，我马上叫助理安排。李总，那之前我们说的合作，放心，不就是入股吗？小事儿，现在就给你安排。李玉玲啊，
你可真是个蠢货，一个破秘方能值多少钱？蕾蕾，告诉你个好消息。你怎么来了？方家的祖传秘方已经被我拿到手了，你今后不用再去找方志成，你个臭小子。谁告诉你我是为了秘方才去接近他的？你怎么在这？李先生，那只是一个普通的茶叶。假的？怎么可能？假的？怎么可能？那是我给唐田的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他一直在利用你，被耍了。玲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让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经过吧。秘方是故意给他的，这一切不过是我们早就布好的圈套。他能把秘方给你，也不过是为了想让你帮他拿到秘方，达到他的某种目的。我跟方志成合作并不是为了他的秘方，我看中的是他的才华和能力。什么？李大哥，虽然你野心是大了点，但是心不坏，能力也是有的，有兴趣一起合作。方志成，直到现在我才算真正的认识了你。李总。喂，李总。王总，第一批茶已经生产完成了，我就在你楼下。这么快？好，我稍后就到。看来方志成没有糊弄我，这秘方竟然是真的。唐田，李总，您的茶叶生产的挺快的呀。哼，茶叶？你他妈还好意思提茶叶？你干的那些事儿，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利用我拿到秘方，还利用我买你的烂股票，套老子的现金。李总，你听我解释呀。你们，你们，唐总。有什么话直接跟大家解释吧。唐田，就是我最后一次劝你，收手吧。你们串通好了一起玩我。唐小姐，明明是你一直在针对志成。你懂个屁呀、啊、李总，我们才是一路人，他们两个都是想坑你啊。我呸，你当我李云林傻呢？唐田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样？我到底哪里得罪你、啊、这是你们帮着欠我们唐家的。有什么误会可以说出来，唐小姐你就别为自己找借口。你懂什么？玲玲，志成，我看也不用跟他废话了，我们直接报警，找媒体曝光他，我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贱人是怎么害人的。如果唐小姐愿意知错就改的话，我看就算了吧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萧大小姐还是别装好人了吧。说实话我挺羡慕你的，你拥有我想要的一切，名誉、事业还有爱情，如果没有你
这一切本应该是我的。可是这一切不都是你咎由自取吗？怨不得别人。对，我活该。不过现在已经不重要了。我原本只是想要秘方，不过股票已经到手了，现在你们奈我何？唐田，你要我方家的秘方究竟要干什么？你方家那是我唐家的，我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有什么错？唐田，你疯了！就凭你还敢动我的钱，那我李玉林也不用在这道上混了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的钱早就已经撤出来了，而你的钱现在也没了。方志成，你快点把秘方还给我！够了。我不会就这样放过你的。志成啊，看见你姐了吗？不是倒垃圾去了吗？还没回来？我们约好了去逛街的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手机也没拿。这孩子。唐田，你又想干什么？志成，救我！姐，姐你怎么了？唐田，你想干什么？少啰嗦！不想方雨晴有事的话，带着秘方还有你的公章来见我。是唐田带走了雨晴是吗？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妈，我会把姐带回来的，你马上报警。不要一错再错了。变成如今这样，不都是你害的吗？方志成，必须给我付出代价。姐，姐，我来救你啊！你都四十难保了，还想着救你姐姐？别做梦，今天你们姐弟俩一个也别想走。你放开我姐！姐就让你们这两个年轻的，剩下那两个老的自然也就活不下去了。我就是要看你们方家下跪。就不是为了找个理由，那也是你的野心。还是你疼我啊，方志成。可是志成，为什么你就是不能乖乖听我的话呢？这边不是最听我的话了吗？唐天，我之所以防着你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。你想拖延时间？我说的是真的，在梦里我自始至终都深爱你，愿意为你做所有事情。可是，在我们结婚那一天，你背叛了。不，应该说，你从始至终就在利用我。为什么你这个梦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？很凑巧，这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让我害怕。前一秒你还说愿意跟我结婚，下一秒逼死我父母，霸占我财产，连我姐也是被你害死的。如果不是我这么跟他做好，我本来应该成功的。方志成，我要杀了你。啊，唐田，今天叫我来不只是为了除掉我吧？对，他的事情不能忘。骗了他，以后你方志成绝对不会有。就算你拿走又怎么样？你的心是黑的，注定成不了大事。放屁！我唐田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，有机会成为这世界上最聪明的企业家。
吧。亲。妈。妈。你们终于来了。白小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多危险。感觉怎么样？要去医院吗？你吓死我了。我这不是没事吗？再说了，我出门前跟妈说了，已经报警了。女儿，我都快吓死了，还好他们来了，要不然我们也没来得这么快。那位小姐是我们方家的大恩人呐。你们太客气了，我跟志成是好朋友，他有麻烦，我当然会帮忙。玲玲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朋友有难，我自然要帮忙。谢谢你们。白小姐，一直没机会好好跟你说一声谢谢，今天补上。救命之恩大过天，一点小忙而已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对了，玲玲的家人我已经见过了，他们都很支持我们在一起。好，我也祝福你。玲玲是个好女孩，如果你敢辜负她的话，我保证你们的下场温和安然。我接受你的监督。终于一切都起来了吗？经过了这么多，我们最终还是在一起。It's beautiful life, 难道也够体实的。